BP 的东西交给教练。我想跟大家说一句话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大家走到这里真的很不容易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常规赛最后一场如果输了，我们都没有能打冒泡赛的机会。大家也知道，走到这里全都是靠自己，靠队友，靠全队。我今年跟你们一起打这一年，我真的不后悔，打得很开心，也有不开心的时候，但是我相信大家走到这里肯定是很开心的。记住我 fighting 开心们跟你们说的话、啊、阿乐答应我，答应你带我进决赛，我肯定会带你进的。 OK。